穿越这浮夸的世界，期待重新裂变的力量，反转中溢出这愤怒，足以燃烧崎岖大陆。幸福从来没有预期，感动或伤害只会更坚强。寻寻觅觅，直通真相，引领前进方向，始终都是你。我看你还敢不敢！我告诉你啊，别说广德县，就这宁国府，也没人敢在醉鹰楼撒野的。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，是不是？是我俩有眼不识泰山，多喝了几杯，得罪了您。我俩愿意赔钱，求您饶了我们俩吧。对对对，我们愿意赔钱，愿意赔钱。我跟你讲啊，醉鹰楼不好白天去的，要不云儿、晴儿都得跟着。那可不是女孩该去的地方。哎，伯父，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的，在这里逛窑子是合法的。快点，你小什么人？都别动啊！你们的一举一动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大胆，连老爷我都不认识了吧？我是知县老爷。知县老爷，你要是知县老爷，我就是知县他爹。放屁！那你认出我是谁了吗？来来来，仔细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啊！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啊！龙子胥，龙大人吗？你要说我是他，我就不高兴了啊！你是一千多进士吗？嗯。哎，这位仁兄，他真的是宋知县，真的是知县。去吧，你个臭婆娘，少说两句。你以为官爷我是瞎子？哎，大哥，这玩意儿认识吗？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！哎，谁打我？谁打的？谁啊？我以前来过吗？我也没来过。哎呦，姑娘们，下楼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呦，龙少爷，你都好久没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上楼吧。好好照顾着。我就知道我爹得背着我们来醉鹰楼，我这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叔叔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还真是把持不住自己，可不是吗？什么人？都别动啊！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连本小姐都认不出来了吗？你干什么？走开！明明是个小老头，
说自己是女人，走，跟我去县衙去。谁是小老头啊？你，去你的！哎，谁打我？谁又打我？我严犯呢？呜呼，宝贝们，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来，哥给你们看一下。金扑克，金扑克啊！哇，姑娘们，玩过这金扑克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哥哥教你们怎么玩，怎么样？哎，队长，队长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耀爷，你要找的人不就是我吗？哎，在这个地方找个人哪那么容易啊？先玩了再说呀。不，哎，姑娘们，敢不敢跟哥哥打个赌啊？如果我输给你们的话，这扑克就给你们了。真的？真的？如果你们输给我的话，得答应我一件事啊。来呀！来呀！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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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。哇！哦！哎，我。小哥，生得好俊俏啊！哎呀，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。别过来啊！我可是不会打人的啊！哎呦，别闹了，来接着摸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可是用刀的，我真有刀。哎，别过来！三个尖。哎，小娘子，你输了。人家第一次玩，肯定会输啊。好，那哥哥说的事情是？说来听听啊。你们帮哥哥找个姑娘。姑娘？哼，我们这儿别的没有，有的就是姑娘。春芽姑娘在吗？啊？什么？知道了。把春芽叫来。是。等，奴家来了。你不要过来。公子，奴家看你长得俊俏，就想陪你良宵一夜。等一下，我有钱，你离我远点。我要的不是钱，我要的是你的人。我还有钱，全给您。哎呀，公子，你把奴家当什么人了？只要能陪你，我给你钱都行啊！救命啊！走吧，你不要过来，来，奴家来教你。公子，不要害羞嘛。不要！哎呀，你不会，我来教你啊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走开。公子，我来了。就你这样，你还敢来这儿？我什么样了？我见过你这样的多了，你实在不怎么样。那你见过的都什么样？哼，上眼瞧着啊。我告诉你，一会儿好好的给我招待客人，这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给我咽下去，听见没？是。去吧。过来，把二爷叫来。是。快。家给爷请安了，我看到了吗？爷喜欢这样。爷，我还是叫别的姐妹来陪您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，爷还没教完呢。爷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哎，春芽姑娘，你有多久没见到你家小姐可盈了？我，
实话跟你说，我家小姐已经失踪多时了。那我问你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春芽姑娘，你倒是说呀！放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好，我说，两年前，我家小姐一心想跟着龙公子从良，那一日，她去找你。妍儿啊，你在车上等着我，我去去就来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我跟你去。难道我去小姐，你也要跟着去吗？小姐走后，我一直在马车上等她，可许久都不见小姐的踪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便下车去找她。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到底找到没有？没有，当时天太黑了，我很害怕，我不敢再往前走了，我便想到了龙公子你，便去找你求助。龙公子，龙公子。你找谁呀？我找龙公子，他不在。哎，我找他有急事。你找他有急事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他去哪儿了？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他死在外面才好呢。啊！哎，你别，龙公子，我是春芽。龙公子，我没有见到你，便回了醉鹰楼。我那天正好去城外的百户所。替一个大户人家去抄书，但是，我怎么知道？小姐一直都没有回来，我便去报了官。可官差说，一个妓女失踪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直到现在，小姐还没有回来。啊，不是，竟有这等事儿！待本官回去一定查清楚，看哪个如此渎职，必严惩不贷。春芽姑娘，我想问一下。当时在这木屋附近，你有没有察觉到一些奇怪的现象？奇怪的现象啊！我只记得茅草很高，天太黑，四面什么都看不清楚，那个地方太恐怖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们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了小姐的消息？啊，她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说我家小姐死了？来命啊！哎呀，泥娃娃，你真厉害，连女人见了你都疯狂。我是院长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耍流氓。那个木屋是凶杀案现场啊！我一看你们就不是冲姑娘来的。我说你们是从哪个洞里钻出来的老鼠啊？竟敢在我这醉鹰楼里问这问那儿的啊！放肆！你知道老爷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给老娘打了再说！呀！不怕死的都来！呀呀呀呀！给我上！哥，哥，快跑！我跟他们拼了！云儿，走！云儿，你自己小心呐！出事了！
该是通知王大人呐。宋知县，你也在呀？我路过，我路过。知道这醉鹰楼是谁开的吗？贤侄，咱们惹他麻烦了。这醉鹰楼是王同志的小舅子开的。你们竟敢到我的醉鹰楼来撒野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轻易离开。来呀、啊，都给我拿下！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！抓！哎，快点！别动，别动，保持！住手！你们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的话，我就把他给杀了！哎，鱼儿，你别乱来啊！鱼儿，你快把他放下！你要害死你的我呀！快把同志大人放开！爹，他分明就是仗势欺人！你们谁都别过来啊！把刀给我放下！你们敢挟持朝廷命官，不想活了你！把他放下，都给我退回来，放下。好，既然我们闹了事儿，那我们就把事儿闹得再大点儿。闹事儿？闹什么事儿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来，过来，我们走，走。你要干什么？别拿刀，别拿刀，千万要冷静啊！给你开样宝贝，让你开开眼。我是奉命来查见闻一案，不知佟大人特地来访，是想隐瞒点什么，还是隐瞒点什么呢？不，还隐瞒？卑职，卑职该死，该死！卑职不知道特使大人前来查案，这是罪该万死。姐夫，你。姐夫，队长，这几位大爷是本官的好朋友，在此饮酒作乐，你不好好招待，还惹是生非。快去，给这几位大爷磕头赔罪。还不去？是是是。几位大爷，小的错了，小的该死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犯了。哥，你是给他吃了什么药啊？还是给他施了魔法？贤侄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起来吧。谢大爷，谢大爷。同志大人，在。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。有事您尽管吩咐。我想给春芽姑娘赎身。春芽姑娘，你看这是你的卖身契吗？正是。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了。多谢杨公子。好，好，撕得好，撕得漂亮。哎，我还有一事相求啊！啊，我可不可以带这位妈妈嫂跟我们一起走啊？方便吗？我有事情想问他。方便，非常方便。杨秋池今日去醉鹰楼查白骨一案，他被这个案子弄得焦头烂额，除此之外没别的行动。朝廷限定他十日之内必须破案，现在已经过了五日，剩下的五日，我们就静观其变吧。对了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你们可以从中作梗，让他破不了案。属下明白。春芽姑娘已经安排在后院厢房了。好，你退下吧。嗯。队长，你找我？嗯。阿祖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给春芽姑娘赎身吗？哦，想必队长你是看上她了，恭喜啊！靠！哎，我这好名声都是被你们这么说坏的吧？我给春芽姑娘赎身都是为了你。为我啊？我这不是看出来了吗？春芽姑娘对你有意，你对春芽姑娘也不错，所以我就中间做了个红娘。你要不然把春芽姑娘娶了得了。队长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龙子胥岂是见色起意之人？如今可盈的案子悬而未决，知府大人那儿又有县令，我怎么可能考虑婚配问题啊？这个案子呢是得破，
可是这日子也得照常过。春芽她没有夫，你没有妻，为什么不能结成连理呢？队长，你若是对春芽姑娘有意，那你直接说就好了，为什么要以我之名呢？哎，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，我这暴脾气。反正我不能娶春芽姑娘为妻。哎，龙子勋，你能不能正常点，不装纯呐？能不能不逗逼啊？逗逼啊？何解啊？逗逼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特别威武雄壮。哦，此事万万不可。因为所以，如果当我们问起可盈姑娘，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可盈姑娘为什么失踪啊？你是老鸨，你怎么会不清楚啊？还敢隐瞒？来人，用刑！老爷，您被革职了。贤侄，你看接下来。好你个如花，你要是不从实招来，我就大刑伺候。逗逼啊！是我教他们的，逗逼就是威武，威武就是逗逼。你，走！我什么都说。好，说。哎呀，我说。王同志有个弟弟叫王福顺，是做绸缎生意的，很有钱。他很喜欢可盈姑娘，还想娶可盈为妾。他屡次纠缠可盈，可可盈那丫头性格刚烈，宁死不从。王掌柜很不高兴，闹了多次，就和别人说起要杀了可盈。不久，可盈就失踪了，随后王掌柜也不知道去了哪儿。